爬也要爬向终点，宝宝爬行做爱心。宝宝爬行比赛开始。弟弟，你怎么用走的，犯规啦，旁边姐姐都傻眼了。青商会昨天上午在云林举办公益爬行比赛，只要捐发票给创世基金会就能参赛。捐发票的方式让他们更能体会我们社会上很多需要帮助的一些孤独的植物人病患。宝宝人生第一站结合爱心活动更有意义。张发票的捐赠主要就是要帮助我们的街友单亲妈妈还有我们独居长辈的一个尾牙活动，然后这次是首次在斗六举办。动新闻云林报道。